马上就要中秋节了，各大百货公司都推出了优惠大战，伺机买气。台中市的广山搜狗百货为了庆祝23周年庆，最近就推出了赠送商品跟礼券的活动，还有各式各样的加码赠品。台中广山搜狗这一次最大的亮点就是结合了芬兰国民精灵鲁鲁米，打造奇幻购物乐园，还设立拍照打卡点跟快闪店，也重新打造13楼的美食街，希望吸引年轻族群前来购物消费。因为我们这一次呢是23周年庆，然后再加上呢，从去年开始，我们广安搜狗呢就陆续进驻了很多中部独家的餐厅。那这一次我们也很荣幸，就是由阿冠集团这边呢进驻了这间鼎源烧鹅厨房。台中广山搜狗表示，为了加入美食大战，也在13楼独自引进泰式料理。以及台港式合菜鼎源烧鹅，结合台式港式的点心，便宜好吃又大碗的菜色料理，现在每个月都要卖出1000多只的金牌肥烧鹅。因为重点是因为他们食材很讲究，而且手法呢吃起来就是跟外面不一样，不管是冷的或热的都非常的好吃，所以这也是我觉得大家喜欢吃鹅肉的人呢，或是吃一些港式料理的人呢，都可以来我们鼎源厨房这边来尝鲜。虽然中秋节一般人都在疯烤肉，不过走一趟台中广山搜狗百货的13楼，品尝不同的美食料理，也是另一种不错的选择。中秋节是百货公司的黄金购物节，为了要吸引消费者，百货业者纷纷推出不同的购物主题，让逛百货公司不仅是单纯的消费，也是一种血拼加休闲的娱乐活动。记者陈文旭、杨静台中报道。